本讲解一个亚马逊成人用品站外营销推广项目，成人用品新品推广方案啊，助力打造啊类目的爆款。成人这个类这个目成类目潜力是巨大的，蓝海类目竞争非常小，刚需市场持续倍速增长，毛利率能达到50%到100%啊。类目受限引流困难，产品敏感无法站内投广啊，还有站外渠道众多，缺乏引流技巧，效果不佳啊，都可以这个来解决，来解决。课程大纲大家看看非常多，包括成人用品的现状分析。啊，这个社交媒体 SNS 引流，啊，自己来引流，还有这个折扣呀，啊，联盟营销啊，全部都有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共是3节视频课，视频都比较大，4-500兆啊，6-700兆都是有的。如果想要本台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亚马逊成人用品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台教程了。